麦克斯奥特曼，机械武藏神，死亡德拉格，巴尼拉，特供，塞亚斯奥特曼，加佐特，哎，找到了，就是罗索奥特曼。对了，我终于能出去了，去吧，罗索奥特曼。耶，对了，可是绿鹰们还是没有出现，难道？太难猜了，琪琪，还有其他线索没有？他好像还在打呼噜。打呼噜啊？难道他在做梦？可是做梦和奥特曼有什么关系啊？说的也是啊，就可真把我难倒了。